我的新歌叫做《十八步半》，咁咧今次作曲咧仍然都系揾嚟冯咏琪啦。咁班底其实都同我之前暗黑系列一样嘅，就系作曲冯咏琪，作词周如辉老师，跟住监制系 CM 同埋系 Vicky 嘅。咁今次 MV 导演咧，亦都系用翻我好中意嘅班底，就系阿星啦。咁今次呢個 MV 咧，係應該我入行以嚟咧，轉最多造型嘅一個 MV， 因為裏邊我要飾演一個精神分裂嘅一個角色。咁我裏邊咧就有飾演殺手啦，有被追殺噶啦，跟住亦都係有一個非常之平靜平和嘅守護者咁啦，跟住亦都係有一個係要戴住一個兔仔面具去燒走我一啲可能回憶的一個角色。咁仲有一個罪就係我而家呢個罪就係要跳舞嘅。其實呢一隻歌咧，《十八步半》咧係講緊主要嗰個主題咧係講緊精神分裂嘅。咁呢個主題都源自我自己咧，因為我覺得做咗人咁多年啦，我覺得其實好多時候大家都會講啊，你一定要做翻自己啊。但係當你不停地成長，當你有不同的經驗之後，你會發現其實可能你內在裏面不是只有一個自己。有很多時候可能我們會說 你不要改變你自己的初衷，你一定要忠於自己。但是這件事是否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呢？我覺得很 interesting 的就是你不一定要去改走你自己的東西，反而你應該要變更多的自己來到去適應這個不同的環境。老實說，我覺得每一個人其實可能你屋企對住你屋企人，或者你對住你朋友，或者你對住你嘅同事，我相信你都唔會係 exactly 係同一個方法去同人哋相處啦。所以我覺得精神分裂呢一個咧，係每個人都係一個縮影咯，即係唔係話佢每個人都有精神分裂嘅呢一個病態啦。咁但係某個程度上面，當我哋要去面對不同的環境啦，處事待人的時候，其實咧，我哋都要分裂出很多很多不同的自己，才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